我这件不错，高级。想什么呢？嘿，祝贺，靠实力赢得你想要的一切。谢谢。 陈姐，明天去旅游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，千万别忘了哟。什么东西啊？和男友去约会，当然要带最 sexy 的衣服啊。这件就不错，尺度刚刚好。你这什么？不是你想什么呢？我们之间关系很纯洁的，你出去，我自己收拾。 好，不打扰你收拾。就这样，哪 sexy？ 不行！我这件不错，高级。 想你，你想见我吗？现在。